Hello， 各位亲爱的朋友，早上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我们今天的话呢，是这个2024年的3月8号，礼拜五。今天的话是38妇女节，现在是8:56了，今天比较晚。好，那我从昨天晚上到现在还没有睡觉，还没有睡觉，因为在找一些攻略，还有整理一些素材，这个之后拍影片会用到的，因为之后会玩一款游戏，叫猎鸭，所以就必须要先整理一下这个攻略的部分，让跟我一起玩的伙伴能够比较快上手。好，当然就是在制作影片的过程中呢，也会自入性行销，就是 MU Pasta 啦，还有那个我们目前跟三国群正在联名的这个活动，不然的话这个活动快结束了，一定要努力把它发完。我们这里长不知道在干嘛。 OK， 好，他终于打卡完了。好， OK， 来，嗨，丁丁早。好， OK， 那我们就进入到这边，各位朋友上班愉快，拜拜。